请进。欢迎光临。你爸妈呢？不在家呀。你不是说你爸妈在家吗？明天的现在就在了。快坐吧，教练，随便坐。 换鞋吧，都行，看你啊。嗯，我饿了，有泡面吗？泡面？别逗了，教练，都来了段家老宅，怎么可能还让你吃泡面呢？哼，你坐，挺消耗一下。 学过啊？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菜谱？小时候爸妈不在家，我就照着菜谱学了点，然后根据口味稍微调整了一下。哎，饥饿教会了一个可怜的男孩成长啊。教练，一会儿吃完带你去我的房间参观参观。好啊。 进来了，教练。没事儿，就是好久没收拾了，有点乱，你别介意。啊，房间对面就是海，早上的时候可以看到，但现在天黑了，还不错吧？ 那我先去帮你收拾房间，教练。嗯，好。你先随便坐。嗯。
这里面不能修这么大的窗吧？ 房间收拾好了。哦，好。今天晚上你住这儿行吗？嗯，行，都行。行，嗯。 要不试试？是什么？是床啊。啊？因为我看你在床上躺的挺舒服的，我怕这个床不太舒服，你要觉得那儿好的话，你也可以去我那儿睡。哦，我是说。 换一个房间睡，我睡这儿。好，挺舒服的。那就行。嗯，啊，但是这个被子它有点薄，我想你要是觉得……没事，我不热。不热。那枕头可以吗？ 颜色挺好看，好看吧？床上的四件套都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。嗯，也不早了，要不你回去睡吧。是，睡不了了，8:20了。 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教练。哎，嗯。晚安。晚安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就随时跟我说，就在楼上。好。啊。嗯。晚安。晚安。 睡了吗？哪有那么快？明早想吃什么？馒头、咸菜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选吧。 别犯错误。
洗完脸用，敷十五分钟。我得让你知道我是用什么心情做出来的面膜。早上好啊，这是导游小段为您提供的小岛观光路线图，附赠私人定制音乐曲库，请您笑纳。困在一起便利店挂满了冷气氛围却还如一滴，别总是拿着手机假装对我毫不在意。夏天对我的意义不仅是碳酸饮料和秋衣，清澈透明的勇气不要有俗，爱我想都说出来。
生气啊，教练，教练不就是谈个恋爱吗？教练，等等我。教练，不就是谈个恋爱吗？咱体育队也不是不让。那是你们这个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不允许。那你这做法比王主任都老派。咱体育生也是人，不让谈恋爱，那不是没人性吗？谈也可以，我们那时候都默认一条规矩，只有世界冠军才能谈恋爱。不是教练，我练的是十项全能，你让我拿世界冠军。你要是想耍赖，你就直说，你也不用这样吧，教练。我先去帮你做点吃的，你洗个澡，驱驱寒。饭马上就好了。再等一会儿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也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吗？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在等你的但是呢。喜欢你，跟你喜欢我是一种喜欢。刀，刀！你先站好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说。我也不是个磨磨蹭蹭的人。既然我们都接吻了，我明白。没事，你接着说吧。那藏着掖着就没意思了，对你也不公平。但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们在一起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有没有在认真听啊？有啊。只要你肯喜欢我，做什么都行。大哥，你听我这口红颜色好不好看？
看。你看我眼线出来没有？看看。我开车呢，哎，说你见个儿子，化什么妆啊？那也要美美的。首先，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们正大光明的，怕什么？不是怕，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至少一年时间内不能让人知道。第二，你现在处于关键时期，不能出岔子。我会给你每一次比赛定目标，你一定要达到。那比赛状态都有起起伏伏的嘛，也不是每一次。好，只要你的目标没有那么离谱，我一定完成。第三，如果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训练和比赛，我们马上分手。没有，并且我研究生毕业就会离开南大。你没必要，教练。我下面要说的话，你听好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觉得一个20岁的职业运动员不适合谈恋爱。但我承认我喜欢你，喜欢到愿意冒险去尝试一下，看看我们的关系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影响。当然会，肯定会有好。但是一个运动员，20岁太宝贵了，而且你很有潜力。如果我真的耽误你一整年，那我觉得我也不配做这个教练。合计什么呢？说的我有点怕。不用怕，你不是还总说让我相信你吗？没信心了？不用。嗯，那就好。我就是想让你明白，你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。如果我这些条件都能答应我，那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打招呼啊！哎呀，罗教练，我是段雨辰的爸爸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家小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？没有，没有，特别好。您客气了。别这么一来一回客气了，我可是把罗教练当亲妹妹呢，是不是？罗教练，赶紧进去坐吧，快点。哎。别动。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还以为我们够快了，没想到你们比我还快呢。要我说，我们就不该开车，等货轮麻烦的要命。谁让你不坐高铁的？那为什么不能把车停在码头呢？到时候开回去不就行了吗？下次有要求提前说，回回马后炮。我当时没说吗？你睡了一道，梦里说的。那我梦里说你不该听见吗？听见了，我还给你确认来着，你不反悔吗？不可能。两位要的百香果蜂蜜水，温的，到了。谢谢教练，你快喝喝。小陈手艺很好呢。谢谢。真好喝。
其实之前学校已经联系过我们了。教练这次来是为了小陈走职业的事吧？啊，是。如果走职业的话，比赛会很多，他可能需要休学一段时间。但学校是可以给他保留学籍，之后还可以接着念。他之前班主任还打电话来呢，让我们千万别耽误了他。啊，他跟很多运动员相比，有更多的选择。怎么决定，自然还是要你们商量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他在体育方面条件非常好，而且又是他很热爱的东西，怎么说，也不能算是耽误前程。那你能保证他拿成绩吗？不能，但是我可以跟他一起努力。小陈学习也很厉害的，说不定主攻文化课未来能更好呢。是，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，谁也不能保证他在文化课方面能够永远顺风顺水，是吧？教练说的对，我确实不能保证。我知道他学习很好，能考上南大很不容易。但是每年能考上南大的有几千人，在田径方面有这么高的天赋的，只有他一个。哎，我觉得罗教练说这些话有气势啊！小陈跟着你，我放心。你饭做好了吗？我都饿死了，赶紧去做饭。啊，别催，别催，马上啊！罗教练，要不我带你出去转转？啊，好。你干嘛呀？陪你们去转转。哎，妈妈刚做的指甲，你帮爸爸洗菜去。去。对对，来来来，拿进去。早饭。拿桌子那两块。小心别打了。罗教练，小陈小时候啊就是在这里练习的。在这儿？是啊，他一个人练。原来这里啊都是沙地，最开始他练的是跳远，后来才练的跳高。哎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改跳高吗？不知道。小陈身体发育比一般孩子慢，从小个子就不高，想增高才练的跳高，谁知道后来着迷了。这样啊。其实他小时候挺内向的，他童年太孤单了，我和他爸都太忙，都没人陪他玩，但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，一直特别听话。他确实是个好孩子。所以罗教练，小陈对自己前途有什么决定，其实我和他爸爸都不会干涉，只要他想好了，我们就会支持他，你也会支持他的，对吗？当然。不管什么时候都只做对他好的事，对吗？当然。走，我带你去那边看看。罗娜，快来。哎，教练，我没骗你吧，我们家小陈手艺好吧？特别好。教练，你尝一块这个煎鳕鱼，可好吃了，试试看。而且小陈对你啊，比对我这个亲妈还上心呢。怎么会？开玩笑呢。妈，对您好是爸的事儿，您别把炮火打偏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些有的没的啊，来来，咱们再干一杯。来，好，来，干杯。来来来，干杯。罗教练，以后一定要常来玩。我们家这个不能喝，这个一杯就倒。你来了，咱们还能一起喝啊。好嘞，干了。
来，嗯，我最好点。人家教练都已经陪你喝了大半瓶了，你适可而止啊，别没事灌人家小姑娘。罗教练可不是一般人，再说了，我不能喝。你今天才知道我不能喝啊？那你当初娶我干嘛？我娶你跟能不能喝有什么关系？你吃饱了吗？嗯，啊，吃饱了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跑步。刚吃完饭就跑步啊？对啊。先散步再跑步嘛。这是我们的日常训练，你们不懂吧？走吧，教练。啊，那我们去跑步。啊。那注意安全啊。好嘞。早点回来啊。哎，小刘老师们，路去了，慢车、哎。路上小心啊。好。走吧，小心点啊。不会不喜欢他们。其实我爸我妈怎么会呢？他们也是为你好。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干嘛？什么干嘛？看看不行啊？你别这样看，我要害羞的。你还会害羞？你之前可没这么怂。你之前也没那么看我呀。哎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我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但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记得呀，在三中。我经常会想到那一天。是吗？其实我18岁青春期那会儿什么都不懂，每天就是看书和训练。但自从那天我遇见了你，我才发现原来一个女孩子可以那么漂亮。原来你那么肤浅。当然不是，是因为你那一天来我就赢了刘山，我觉得是你给我带来的好运。不过你们那天还是没选我，我那天挺生气的，我觉得你们不公平对待。然后那天晚上我都没睡着，我在草稿本上写了好多遍，我一定要考上南大。真幼稚啊你！谁叫你们伤害了一个18岁单纯的心啊？你还说我幼稚？那谁让你这么矮呢？你再说我矮，我要生气了。错了错了错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所以你真要问我什么时候喜欢你，我也答不上了。不过反正只要你在我旁边，我就很想引起你的注意。你为了田径暂时放下学业，是你自己真实想法吗？不然呢？你是为了我，或者是跟什么人较劲？我妈是不是跟你说什么？没有。不过我答应她了，以后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你好。你放心，我根本就离不开田径，有了你我就更坚定了。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追求梦想，是最幸福的事情。你觉得呢？
手里飞出星星，不愿意拉开一公分的距离，年纪总有聊不完的话题，不需要寻找什么星座的地，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大家，你等我回去，回去找你好吗？一直想着你，管什么天气，我爱你啊，罗娜。在哪里？这是世界公开。我爱你啊，罗娜。我爱你啊，罗娜。手机假装对我毫不在意，夏天对我的意义不仅是碳酸饮料和秋衣，清澈透明的勇气，不要有阻碍，我想都说出来。啦啦啦啦啦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听不下来。热的浪在盛开。